新闻一开始来看热烈的宗教活动，2019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，在1号早起时，伫咧新港范江热烈广场，13间妈祖庙聚集做会采街祈福，队伍大约有1.7公里，信徒沿路摆香案接驾，两脚开链条靠住住，嘛来展现地方虔诚的妈祖信仰。2019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，在和尚五伫新港范江落来登场，有来自彰化南瑶宫、分院宝总寺、香港台湾福兴宫、宝岛平安宫等，总共13间妈祖庙的妈祖聚集做会，展开为期3天3夜妈祖祈福文化活动。啊，为民国97年，咱有妈祖了敬活动了，到即马拄啊12冬一轮。那咱伫咧即个王金花宫做一个宝贝仪式，今年做一个改革，咱把咱的即、這个了敬活动变成咱的即个文化祈福活动哦。那由咱的即、這个新港福安宫3个杯哦来确定哦。那咱的宗教部分由咱庙宇来处理。那有关地方的即、這个文化活动，甲咱地方的产业，甲咱地方的水较好，由咱县政府来甲承销哦。即届吼，会使讲吼妈祖的即、這个祈福文化节吼，来活到咱新港福安宫吼，会使讲新港人吼非常感觉真福气啦吼，是逢咱福安宫这个重建吼，经过这个火劫，有另外12尊的这个姐妹吼妈祖做会来遮吼，13尊神轿，和咱乡亲的当来弄轿卡吼，这么多的神明的当来加持来祈福吼，更加让和咱新港感觉到有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吼，可以更加来发展啦吼。一套在采街祈福活动，新港居民沿道设香案虔诚拜拜。13间宫庙的妈祖乱叫甲顶头，一路向前到福安宫，搁靠民众欢喜乱叫卡，祈求妈祖保佑，灵条绵延数百公尺。关掉王惠美以及李伟课程房，也陪同妈祖行完全程。我欢喜要为遮过，大家足诚心的，要为遮过，大家要来咱两桥卡点心意啦。啊，想要讲吼，安尼好食的吼，安尼咱共同这次的活动吼，安尼甲大家安尼吼，让安尼给他们，就刚刚讲让他们吼辛苦了。啊，阮准备了一些茶水。福安宫主委王孟发表示，为期3天3夜祈福文化节有真侪精彩活动。12号有黄俊雄、金五洲、江中剧团演出；13号是安排公益晚会，王彩华、柯富凯等知名歌手献唱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共享盛举。台中华新闻叶宏吴、新港采访报道。